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大关关键版安逸的邦邦守墓佣兵大副三猛男配杂技。但守墓这个点打邦邦效果很弱的，这套阵容修机速度慢，然后救人的话呢，你遇到邦邦就你这套阵容救人确实蛮能救的，但你遇到邦邦这个东西，就是邦邦就是希望你来救人的，那怎么说呢？我只能说这把邦邦应该是保平真胜吧。啊，保平真胜，开局遇到守墓人，看两连雷能不能炸出来，快速炸出来的话其实还是挺舒服的。镜头给到小弟老师，小弟老师边走位第一躲，邦邦也不是特别想打这刀吧，因为没必要，就大不了我等你吐出来了，然后我连炸加一刀我也可以接受，能炸出来吗？最好补这么一刀你翻好。邦邦带的是个闪现，如果说这边两连炸能够连炸上小迪老师的话呢，直接一颗遥控雷带走了，这边一个翻板加速往外绕。前期整个交换的话，我觉得小迪老师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，这边还能再交个铲子呢，相对来讲这个牵制其实已经够了。后面的话呢，我觉得救一波或者卖掉，救一波或者卖掉，板子先破了，然后这里两连雷加遥控雷留下一个。这边的话，刚才我们镜头是没有给到这边邦邦，邦邦是交闪现过来的，我没有留意到他什么时候交的这个闪现，打一刀。那整体上来讲，这个牵制真的很不错，但是很可惜，就是外面的大副怀表没有，他这个修机速度也起不来。佣兵修的也慢，这机子是肯定不够的。就小弟老师这个牵制时间，如果外面是什么呢？杂技魔术加佣兵，或者杂技邮差加佣兵，我觉得两波救人，因为杂技，我这杂技还没带搏命呢，这两波救人是有可能能够完成一个四人开门战。但现在的话，大家也看到，即便是这样子，已经修掉，拖到两分钟，已经修掉了那个三台机了。快三台了，差一点也就三台了。大副第一波救人，大副救人的话相对来讲比较稳，那就是求生者想卡半救，他们想争一个四人开门战，因为佣兵还有个搏命嘛，佣兵还有个搏命。当然这个杂技不带搏命的原因是因为他三猛男，可能外面三个搏命，所以不需要他这个搏命。邦邦这里要打一个双倒才行，连炸没能炸的，打一刀再来打中，好的，炸中。这边遥控雷能不能带走这个大副？好像想带，好像想带，这边就想带你这个大副，因为不带你这个大副，穷者密码机可能就够了。现在的话，由于大副倒地，那么佣兵来救人，佣兵的机子没有人补，杂技这边机子修完以后，佣兵那边也很远，再回身过来处理这边的这个守墓人，我觉得确实是要好很多的。要不然的话，这边穷者真有可能四人开门战，再加上这边佣兵的密码机还被干扰，我觉得这把邦邦通过这轮双导是把这个局面打回来了，连炸五带，好的。安逸的邦邦，说实话就是最顶尖的邦邦了，看下来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。佣兵这边还被炸了一下，那这佣兵救人可能也要吃个双导啊。哎，这佣兵赶紧卖掉，这波选择卖掉这个大副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真不要了。然后佣兵这边卡着，卖掉会更好一点。遥控雷这边没补到。没补到也没关系吧，我觉得没补到，我这边反正你救下来我打你个双导我可以接受的。连炸没炸到，怎么说，大副也来，大副也来打一下，这边五秒雷骗了一手，佣兵没能吃到双导。这波佣兵能够这样子把人救下来的吗？有一说一，这佣兵的走位有点好，但是核心问题就是大副这边的密码机差的有点多，怎么地，你杂技搞得好像这边能够，哎，刚刚佣兵为什么后面又倒了呀？这节奏太快了，我这老年人真的看不过来啊。那这时候闪现，安逸这手闪现交的其实是对于密码机的一个判断，我觉得是不准确的，因为这密码机一定亮不了，这个闪现我觉得没有必要交，因为即便你翻进来杂技这边摸头，我觉得这个人也是可以通过炸弹牵起来的。安逸这边带的是个挽留，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技能了，没有技能的话一时半会儿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快速击倒任何一个人。佣兵遥控雷丢，再丢，连上了，我去，帅是有点帅，遥控雷再一爆，先看后面的门，看后门大门再点，大门已经摸上了，那杂技和大副应该能走，杂技和大副应该能走。
还是蛮可惜的吧，因为那波又压住遗产机，然后佣兵又是一炸一刀倒地，居然让佣兵把人救下来，然后这里拉开以后强行把密码机点开了，他甚至怕砸机是个薄命，因为佣兵手里面有护臂，救下来以后佣兵如果说护臂跳，我估计他应该并不清楚佣兵手里只剩一个护臂，他只看到佣兵手里有护臂，球这边真的想来救啊，不可能吧，这怎么救啊，这救下来挽留邦邦，哎，没薄命的，怕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，我不信，我绝对不信他们来救，我也不信他们会救得下来，应该走了，应该走了，这个不可能救的，没有任何的必要，你有薄命你说来试一试，而且这个是排位啊，这个我感觉过来95:5的那种感觉，大夫这边应该是想跳个地窖，大夫应该是想跳个地窖，然后邦邦这边并不清楚杂技是个飞轮嘛，所以说这边还是防一手，因为佣兵当时手里还是捏着护臂的，是这个地窖乌鸦爆了，邦邦这边过来排地窖，排清楚，好的，那那边大夫跳地窖了，哇，这也要跑个地窖，可以，因为大夫的话确实有跳地窖的资本，他个5秒无敌嘛，好的，也是改掉本本，希望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